是我，还没睡吗？没有，我。刚下飞机，那边的事情提前完成了，我就赶了最近的航班回来，这样应该不会打乱我们之前的计划。抱歉，这次的案子事态紧急，我。不用准备那么多东西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你呀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按时回来的。但作为恋人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，等我回来好吗？怎么了？忽然不说话，是犯困了吗？啊，我不累，相反，我现在很期待之后的生日行程。今天很晚了。你早些休息，明天我去接你。